玉米投递员。那来自右手边的就是代表邪恶的一面，那么这是一群僵尸，它要攻占我们的植物的家园，所以我们的这些植物要奋力反抗，用我们的这些子弹来保卫我们的这家园，不让这些僵尸来攻入到我们的这个城堡当中。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将会非常的精彩。好，我们将要准备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先准备一下。这里忘了和大家说明一下啊，我们还有补充后勤补给的这些水果，那么这是给我们补充啊体力和能量的。那这里是玉米，还有胡萝卜，还有草莓，那这都是给我们添加营养的，让我们战斗的更有力量。好，我们接下来想把这些放到一边去。首先我们先来进行第一场比赛，那第一场比赛由我们的正方，我们的这个豌豆射手先出场。首先我们的豌豆出场，那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哼哼，大家好，我是豌豆射手，那么今天我要代表正面的一方来战败我们的邪恶一方。那么邪恶一方要出一名队员，那这个队员就是僵尸。好，那我今天就要跟他一个做一个对决。那么他现在正在准备攻占我的家园。好，我们这个时候要装填我们的炮弹，我们的炮弹。好，这个时候我们的僵尸准备要进入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准备开始，砰，打倒了，哈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一个僵尸，那这个僵尸也是比较邪恶的哦，他扣了一个大水桶。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再装填一枚炮弹。哇，他怎么卡倒了呢？我们的这个僵尸还是比较凶悍的哦。好，我们也往前一点，来吧，看看我能不能打倒你。哇，还是挺厉害的嘛。这个时候我们的炮弹没有起作用，我们再来一发，这次要把他打败，倒下吧。哇，第二枚还没打到，看来这个僵尸还是挺厉害的哦，他要继续前行一步，要往前走一步。哇，因为在这个草地上很难站稳，所以我必须用一个三角的东西给他支住。好，看看我豌豆射手的厉害，我们把炮弹塞得紧一点，这样我们会有力量大一点。我们要准备发射，走。好，这个时候我们把他给打倒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换一名射手，我们的寒冰射手将继续上场，我们的豌豆射手来这里观战。好，那我是寒冰射手，我要跟第三只僵尸做一个对战。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三个僵尸也出现了我们的镜头之内。好，我们要把它站立住，我们这时候要寒冰射手要装填子弹，来一发。好，我们要准备发射炮弹，倒。哇，我们的寒冰射手没有打中，我们再来一发，准备发射，开火。哦，我们的观战的这个僵尸被打倒了，但是我们在场的这个却没被打倒，我们继续来战斗一次，我们要往前一点。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第三只僵尸已经打倒了，我们第三只僵尸也要退场，然后我们再来选一只第四只，第四个僵尸也要进入我们的镜头之内。那么这个僵尸表情很狰狞哦。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进入一场战斗吧，你要站稳哦，由于这个是草地，所以说站不住吧，拜托你一定要站稳哦。好，这个时候我们的寒冰射手再来装填子弹，准备好了吗？你要攻占我们的家园是吗？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来吧。哇，一下就被我们打倒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换一名射手，我们寒冰射手来休息一下，我们的椰子炮上场，椰子炮来补充一点水果切碎乐。好，这个时候补充一些能量，
我们要大战第五只僵尸。你居然连着杀了我们四个僵尸，我们这里是不会客气你的。我要为他们打败你们，哈哈，看看我的厉害吧。好，你一定要站住啊，你站不住你怎么跟人打呀。好，这个时候我们椰子炮要装片，装片炮弹了。给我椰子炮，我专门提供的炮弹要给我。好，对，这是跟我的颜色是一样的。准备好了吗，僵尸？我要开始发射炮弹喽！痛，哈哈，一下就被我打到了。看来胜利的第一局，我们这个左手边的啊植物系列今天获胜。然后我们僵尸系列呢，全都被我们打倒了，一个个的都是战败的，一个个都被打败了。然后我们现在的第一局就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二场激烈的对决赛。那么我们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玉米投掷手，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玉米投掷手。然后我们现在要上场的是一个啊已经倒在地上的僵尸。那么这个僵尸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一下他的表情是比较狰狞的，而且是比较凶悍的哦。好，接下来我们这个投掷手要和我们这个比较狰狞的这个僵尸做一个比赛。好，先把它摆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投掷手要放好他的这个啊，我还没准备开始你就倒下了。我们准备要开始投射咯，准备投射。我们这个玉米投掷手是不太好使啊，再来一次，还是没有打到哦。再来，哇，我们没有打到你就倒了。那这个我们僵尸是已经被吓到了，然后我们这个僵尸已经战败了，他已经退出我们这场比赛。好，接下来我们将有六名队员继续参加比赛。我们的这个啊玉米投掷手还是比较弱的，然后他战败了一个就已经要求回到他的队伍当中。接下来我们椰子炮继续上场，椰子炮需要补充一些能量。好，吃一点水果切切乐。那这是一个草莓，吃完了以后呢，他的精神头十足，再继续上场了。准备好，把我们的炮弹拿回来。我们又将上一名僵尸，僵尸又来了，我们僵尸要侵占你们的家园，把你们的家园全部沦为我们的。好，来吧。哈，你以为我们的家园会那么轻易就让给你吗？凡是来到我们领地的，我们是通通不会放过的。看我的炮弹，来吧。哇，刚才没有投掷好，我们再来一发。刚才的力度太小了，我准备要发射。哇，这次劲儿太大，再来一次。如果三发炮弹打不中的话，我们就需要换队员喽。来吧，来，好，这次命中。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僵尸也被战败了，灰溜溜的就退出了他的战场。我们椰子炮也需要休息一下。好，我们椰子炮也回到队伍当中。这个时候，我们寒冰射手来上。那寒冰上半场我已经出现过了，在这里不跟大家多介绍。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来一名僵尸。啊，我们的那边那个僵尸又倒了，但是我们不管他了，我们先来这只僵尸吧。这只僵尸扣了一个大水桶。好，虽然我们两个全都战败了，但是我可不是要轻易小瞧我还是比较厉害的。
你真的很厉害吗？好啊，那就让我的炮弹来证明你到底是否比我厉害。准备好了吗？我要开炮喽！来吧！哇，确实是挺厉害。我们需要再换一发炮弹，装填炮弹。好，我又准备好装填炮弹，准备发射。哇，这次没打中，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三发炮弹打不中的话，我们就需要退出战场了。来吧，好，这次被打中了，哈哈，太高兴了，我又打败了一个。好，那这时候我们寒冰射手又退出了战场。我们的这个倒了的，我们也要退出战场。然后我们另一只僵尸又来了，哼，他也出现了我们的镜头之内。我们要站在这里，站住了，好像没有支棍还是不行哦。把他的尾巴给他支起来，好，这个时候就可以站住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将要上场的将是我们的豌豆射手。我们豌豆射手在上半场是第一个出场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给豌豆射手补充一下能量，给他吃点胡萝卜，好，再吃点玉米。好，这个时候我们豌豆射手已经补充了能量，快点给我装填炮弹吧，我已经等不及了，我要及时的消灭这只可恶的来侵占我们家园的僵尸。来吧，哈，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这只僵尸也被打倒了，我们也要灰溜溜的退出战场。还有另外两只这只也来了，在我们的镜头之内是吧？你们都不害怕吗？为什么来侵占我们的家园？我们已经讨厌你们了。开始站住，炮弹为我装填炮弹。好，装填完了是吗？准备开始。我们应该离得远一点，在这个角度。好，发射，打中了，但是没有一下打倒，我们需要再装填一发。那么这个是被震倒了，我们的豌豆夹射手需要再挑战一次。装填炮弹，好，来吧。好，这次我们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还有最后一个僵尸，这个僵尸在干嘛？啊？你是胆怯了还是害怕了？因为你的前面的几个兄弟已经都被打倒了，还有最后你一只，难道你不害怕吗？我豌豆可是神枪射手，给我装填炮弹，你准备好了吗？哈哈，我要准备发射炮弹了，来吧，哈哈，一枪一个命中。那我们今天又获胜了，我们要比较庆幸一下，哈哈，我们非常的高兴。还有我们的玉米投掷手也来了，我们椰子炮也不能落下。哦，还是从镜头后面过来吧。我们的这个团队获胜了，还有我们的叠叠蛋爸爸也在这里哦，和大家打个招呼吧。那今天我们的比赛就到这里了，也感谢你们的观看。那如果喜欢呢，就快订阅我们吧，我们后面的比赛还有很多呢。那今天到这里了，大家拜拜，再见。